对。大家都知道佩慈是我的师姐嘛，很崇拜你这个师姐，就是哇，很漂亮，然后又会唱歌，又会演戏，这样是真的，是真的。你上中国位不是小朋友说星光二帮我就 one pick 你啊？哦，星光星光，我想说崇拜终极的雷霆吗？是哪个部分？对，因为知道你很喜欢唱歌，可是去误打误撞，然后也喜欢上演戏，喜欢上表演，然后还拿了金钟，然后什么就一切都觉得，天哪，我好像没有崇拜错人呢。所以当你约我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被你翻牌的感觉，我就觉得天哪天哪，谢谢谢谢，因为我也是一个蛮误打误撞男呢，因为你是误打误撞女。你说演戏是那个吗？你看我现在讲话这样，你那个婆婆应该觉得我是笑哎，还是没有没有，我是光吹啦。婆婆，你觉得我是瓜菜？那是我婆婆讲台语啊，厉害哦！哦，好险你有来找我唱歌，就让大家又回来一点，回来一点，就是让大家记得我还会唱歌的那种感觉。我自己脑补，我自己脑补。你真的唱得很好，谢谢。没有，你真的唱得很好，谢谢。我们的爱情怎么睡在一起却像邻居？谁人可能都比我们强，不快乐都不相传，我们的幸福怎么样？面对面